我是陈文琪，我来自桃园。首先，我要恭喜惠康哦，荣升三钻哦，我们真的是已有荣焉。我是洪月娇，首先要恭喜萧姐荣升三钻。我是王以真，我也会朝这个目标，我一定也要做得到。他推荐我很简单，所以我推荐朋友都非常简单，几乎是没有很困难的，因为我的朋友每个人呢、啊。我只要大概讲3到10分钟，他们就会接受了。这个产品确实是一个好的产品，经过我们的服务，他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。首先，先恭喜 Daddy 跟 Mommy 在去年俊达的事业体中荣升了三钻级的代理店。那其实从小爸妈一直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。那我看 Mommy 在带组织，其实最重要就是心态，心态决定一切，让我们迈向明年最高峰。爸妈，我们在年初的时候。设下了三钻级代理店的目标，当初我们都觉得非常遥不可及，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做到了。今年度我们一定要再朝着我们的目标皇冠级代理店再度迈进，创造事业更高峰。一个人的力量跟两个人的力量是不一样的，他们两个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家，那我们是真的最大的希望，就希望他们赶快嫁的嫁，娶的娶，成真正的然后继承这个俊达的这个事业。记得去年我们团队有许多人上了明珠翡翠，那我希望今年每一个人都能够更上一层楼，朝着钻石皇冠向前迈进。那相信穿着俊达的好足弓，一定能够登上事业的最高峰。2012年刚开始，我许下诺言，一定带领大家迈向最高峰，相信我能，大家一定都能。